总是和露露两人久久不见，一相见娃娃就忍不住吐槽，害露露差点难招架。好不好啊？谈恋爱的谈恋爱。少啰嗦，我们忍到现在才讲我真的是，我好想乱讲话，乱掐死。专辑唱片大卖，谢谢。啊，新恋情顺利哦。好，少啰嗦。记者会结束，赶快关掉。金曲歌后娃娃魏如萱发行第七张专辑，30日透过线上记者会和大家见面。专辑横跨多种语言，就连上台打招呼都不忘来秀一下。哎，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娃娃。然后还有什么？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娃娃，好耐冇见啦。还有안녕하세요，저는娃娃입니다，반가워요，반가아반가스미다。对。Hello everyone， I'm 娃娃。Have a nice day。客家话我不会。太敢吼，太敢吼，然后呢？谁莫安讲？因为疫情关系，原定7月的演唱会宣布延期，让大家更期待他下半年的回归。演唱会在小巨蛋的演唱会就是延期，那现在就是也不太知道正确延期的日子会延到什么时候，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把票收好，把它留着，就是。对我们那个 nice 并不是说每一天都要很 nice， 就是如果今天日子不 nice 的时候，我们自己也要有能力把日子过得很 nice。所以呢，就是现在这边就是继续祝福大家，慢慢的，就是我想这个疫情应该可以受到稳定的控制，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身体健康。得到金曲肯定后的娃娃在音乐上更加努力，不止和知名韩国音乐人一起合作，还登上纽约时代广场的剧目看板，粉丝们真的没有喜欢错人。报道采访组整理报道。